出什么功能。好，北京啦，今天北京的天空真的，哇，月亮都出来了，我的天，可能是刚刚，而且月亮好亮啊，我这拍的也太清晰了吧，手都不带抖的，集美门，这也太美了吧。还得往上，你的胳膊还能往上吗？还能往上吗？下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后面有车，不行，失败。这比了十万八千里，对。你看看那边好好看，我们就冲着夕阳走吧，我们去追太阳。追太阳还是什么？夸父追日。这是无法播放的内容。哦呦哦呦呦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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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呦，你这个动作太像老大爷遛弯了。他在干哈？好看，还有风车，那个山的烂影好好看哦，好多花。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，紫金锤，紫电。不是有蚊子变少了吗？并没有，刚感觉一直有东西在我的胳膊上，它可能只是不往脸上撞。哦，有土跟那个树叶的味道，还有草的味道。太吓人了，我逃了。那个虫不吓人，你吓死我了。它往我的五官里面钻，我的鼻子都碰到它。太可怕了。Tomorrow， 嘉哥今天结束了北京上午的日程，披星戴月的，策马奔腾的来到了腾讯总部。就是下午呢，我有一个直播要跟粉丝们见面，然后大家玩玩游戏。现在外面的风景特别的好，马上下地给我开开。哎呀呀，爆了爆了啊 ！No， 看不到山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山，完全看不到。想说给你们看看外面山，让我们先找找路，一会儿再继续说。我们在一个密闭的小小的休息间里面，等待着我们即将要直播的时候。我一般都会用一个这样的小夹子来让我的头发、我的刘海，脑门露出来，让我的刘海有一点力气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休息间，四处全都是墙，然后欣赏着腾讯的所有有史以来的大型节目们。我坐在腾讯大楼，打开了我的王者荣耀，我连接它的 WiFi 会不会？会。我们还没说呢，我们一会儿见吧，反正你们都看不到游戏画面。怎么会这么磕磕绊绊的？ But 这边哦，撤。